说啊，那个坐摩托车那些一定要小心的。冬天也到了，地也滑了。请两个猪儿，哎，退一下呀。好，可以了，走，可以了。山上哦，那个是在。想二水在那叫，那我还没来过，晓得不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终于到了，到了，下车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坐的脚，脚都坐那个。淘起来，淘起来。走，出发，下一家。车，我们家开智慧。马上到第二家了，看那家怎么样哈？实在不行就走上次我那儿是狗咬的咬的那里，还有就是明达那里去。他妈的还剩那么多，给他通通的拿回来，不然那个鸡那么臭得起嘛。啊，哪一个？哪个打？嗯嗯。前面坐嘛。是粮食气息的劲儿些。威廉，耶，威廉，今天真回来了哇！穿的红衣服哈。干妈买的，干妈买的红衣服。看喽，对的，反而把那个吃了又继续去。哦妈呀，那是水哟！啊，威廉乖，威廉，嗯，乖乖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今天的时间有点紧了，是不是小问题？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来来，辣椒哥。喊那边，表那边表示呢，套到起，套到起啊！哦，不是那个，那里套到的。哎，那边表啥？吃了饭不？哎，套到了哈。套到了。快套起，套起！二十五，二十五。二十五，二十五。我那个女儿，大的给要要用啊。大的给我那女儿要要。哎呀，表示了，哎呀。都是。哎，三个了，上次拿了两个。他的头马脑壳，我九六年的，我二十五岁。我那女儿三十七了。
哦，哎，我长得有点仓促，哎呀，对不起那个年龄，尴尬。那西西放心哈，不是他前面是买的哈，那不开玩笑。就是他们那就好那家来看。看下去嘛。鉴定师，粮食局的鉴定师周律师，那么要吗？要不要得？要不要得？要得，要得那就对了。这些东西一定要把控清楚。嗯，他一起那都是在一起的噻。那个是不是？那个是吗？那个那是一样的吗？三四年的哦。不是哈。那个是一年的。哦。是那个哈。好好好，要得，六十两年是可以了，不错了。好。哦，这是哪个哈？要要要。那个孩子都拿去走。耶！专业的。哦，他那个尾巴都没长起来哈，脱了毛的。哦，脱了了。嗯。屁股毛没得了，脱下来了，脱了毛还没长起来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不，你给我拿秤。你来称的，拿你的秤最好。没有秤的话，我们都是小秤，各一个的。嗯，但是拿你们的秤最好，放心些，你们。小秤。拿你的来称。拿你的秤称。对的。对的，拿你们的秤放心些。不是一个是一个，别个的秤没放心些嘛。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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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六点二，六点三嘛。哎，六点二九，六点三。称一下，看是不是六零六斤三两。如果是的话，都由我们来称称。那个一看就认得到，你那个认不到。六斤三两，那个。干那么多嘛，嗯。差不多，六斤三两。是不是嘛？差不多。好。那都弄那个，那都弄我那个称，好。放心些哈，好。好好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那个准确些，讲啥？好，只是说让你们放心一点，好。